我现在在北京鸟巢旁边，这边是安定路，一会儿这边将举行活动，放烟花。我就站在朝阳群众这个区域吧，不知道一会儿节目好不好看，精不精彩。这个灰色的区域啊，就是已经封路了啊。现在全都是人，朝阳群众。看，哦，一会儿这边的车也不能通行了。这就是鸟巢的这个方向，然后呢，去找一个好的角度和位置等待。好，觉得这个位置不错。安苑路是不是？对，这位导游说安苑路这位置很好。然后呢？这边交通灯底下，鸟巢在这儿。现在这个武警官兵都已经站在这儿了哈，即将上演。看看所有人要求。不能越线，要在这边等待。看看现在路面上几乎没人了。看这个黄色的栏杆被拦上了。现在的时间是7:55，还有5分钟，8点准时开始。人山人海，我再看看朝阳群众还在不在。还在。还有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，这边灯都亮起来了。最后20秒，行，没事，你拍吧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这是第一波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！哇，震撼，震撼，震撼！太震撼了，这是我见过最精彩的烟花。现在第一波结束了，马上还有第二波，下个视频马上发布。